你是在跟你张世平赖，还是在跟你的孙赖啊？当然跟我的张世那个 A D 啊 ，A D 哦，可是他名字是张世平嘞。他名字他只是过路客而已啊，只是要帮忙翻译而已、啊。过路客，重点是你的孙子。重点是我宝贝 A D 啊。那你现在的姿势怎么一回事？你这个肚子哦。我真的要吐了，好的啦。哎，那我要po到 Facebook 咯。啊？我要po上网咯。你姐姐会吐血。哎，丽文说啊，妖怪来了，妖怪来了。哎，丽文爱跳，疼死我了。很快要看到你的艾丽了哦。艾丽啊，你在睡觉哦，乖乖哦，阿妈想你哦。哦，每人胚胎一个。胚胎。阿公说你是每人胚胎一个。那张世平是什么？张世平啊，青菜的哟。什么累累的哟？妈耶！妈说耶。耶。耶。